哇，我远远看我们强 body 的成员，大概都大概16岁至18岁的小姑娘。哇，这个是我们新庄唯一我们的车古镇，这不急吗？恰我们哇，全部都是由我们16到18岁所组合成的强 body。嚯，大家拢看起来拢水当当，你看，你看，嗯，看个你看笑容多可爱，大家拢安尼笑眯眯啊，你水当当。好，我们感谢我们的车鼓队。我们的新庄花鼓队，我们这些可爱的这些姐姐们，之后这一次也跟着我们的温鲁大众爷之后来进行绕境，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一些那个车鼓队的这一些成员们，大家辛苦了，之后感谢在这个地方来帮我们进行演出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好，我们是不是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他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有没有撑不住，你要请问你哦，永远青春美丽，你就要去家里去订。哇，大家身材就是身材，腰就是腰，就是你跳车过有没有左右左右啊？嘿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培养我们年轻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那我们这个强国点其实，嘿，虽然在行政，但是平时不能出门的，因为一定是咱那个文武大众也现代的时候。你这样没出来，所以这个保护是大概真正一年化一摆，三年我老子女敢过来，嘿。谢谢我们的新庄花鼓队，哇，辛苦各位了。之后除了在前面哦，被我们带来的那个茶锅顶的演出，其实你看的头前有俩咱少些，哦，阿哥有搭咱的尾搭，其实就是咧替咱后边的市面来推动，还有少前期，因为咱后边的市面陆续也会经过我们这一个队伍，之后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一个祈福绕境。各位辛苦了，在这边也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纪念的总炉主。还有我们卢姓正贤堂的堂主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